我这回两点多就是走，我那个休息。我可不早，我两点多去。你像他再休息，他再急走了，是不是？你就是你坐个别舒服就行了，是不是？是吧？是啊，就100块钱住吧，又不多，是不是？是，好了，下载回来100块钱，好吧。哎，你先把钱给那个老大姐，好吧？你放心好，我绝对把你服务好，你绝对会把你服务舒服。来，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今天晚上再给钱，好吧？我休息，我真不用，我休息，我真不用，哎，我真不用，我真不用，我休息。哎，你何必呢？是不是？哎，我你是让我来给你脱裤子是吧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那你快点来，这底鞋弄上来，来，我真不用，我这，你手机放下来，我真好。你让我给你脱裤子是不是？就来可以来我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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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再好我给你脱裤子来。不用不用不用，这不用。哎，这跟咱俩用啊，是不是？来，这不用，真不用，真不用。哎，明天呢？那你去把裤子脱了，看你到底能不能硬起来。如果硬起来就完了，硬不起来就不完，好吧？都好说的。这不是这不是我，快点走，不是。你跑来跑去的车费你都不在乎，难道这不是100块钱吗？啊？你这搞你这个你这不直接一根筋有意思吗？不是，我就休息一会儿，我正。你休息会儿，你现在已经都没要说已经有精神，你现在休息怎么休息啊？你现在休息还睡得着吗？那可以，那你说你就休息一会儿，休息一会儿，那我拿回来车费你给我。70块钱给我，那我现在就走，可以吧？我又没动你，那个我干嘛？我不管你有没有动我。不是，我又没叫你。我不管有没有叫，反正我现在来了，那你肯定是给我报销车费。我要么就晚一下。太对了，快点。那我不休息了，我走还不行吗？走，你现在这两天之前你也走不了，要么就晚一下。为啥走不了？不让你走。你就别再浪费我时间，要不就给70块钱，我现在走，要不就完，别浪费我时间，你浪费我时间，就等于那个损失我的钱。说跟你说那么多了，快点。我意思是我给你70块钱，但你得让老板让我走。可以。你别乱说，你上吧。来。